每一生都在追逐如何在时间的变幻里做那束光。怎么会有答案呢？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所谓璀璨，大概在时间的流淌里熠熠生辉吧。时间带着方向，我在那些瞬间里走了又停，一边流淌，一边定格。当我在热爱里，即使荆棘丛生，也要跳下去，才能抵达我的璀璨时刻。